天哪，太疗愈了吧！这些是我最近在淘宝买的东西，就是很多。就是油罐，买了之后呢，有点后悔，我四个都买这种高的油罐，因为它有矮的，我应该选两个高的，两个矮的。可是我选了四个高的，因为价钱一样，然后我就贪小便宜，想说那我就要四个都要高的。结果呢，我就觉得啊，有点太多了，这两个应该要买矮的。等一下我来装盘子。盘子可以这样放进去，备料的时候可以放到这个盘子上面，然后变成一层一层一层的。不知道实际上好不好用，所以呢，我想要把它装起来用用看再说。挂钩，然后呢，像这样子，它是一个五谷杂粮的分装盒，然后呢，它这边是它的那个盒子，然后它有六格，就可以这样滑到想要的，然后按，它就会掉出来。我就啊，好可爱哦，超疗愈的，所以我就买了。锅子，超级可爱的，那上面有一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熊，它原理就是说往内推的时候，它孔露出来，然后东西就会掉下来。但是呢，我这个形状它不是圆形的，所以它东西一多的时候掉不出来，掉不出来，只有一个的时候，哎，它是可以掉出来的。天哪，太疗愈了吧！这午餐肉直接丢下去煮的话不好吃，这一定要先煎过。要做比较大的菜的时候就可以用，可是只是要煮泡面的话是有点多余的。日月潭红玉红茶，我超喜欢日月潭红玉红茶的。这个是我的好朋友在做这个新茶，然后他送给我的，觉得很好喝。